介绍大家一款能够保护 iPhone 5S Home 键的 CDR 软体，叫做 Virtual Home。它能运用 iPhone 5S 的指纹辨识，只要用接触的方式，不需要按下就能实现 Home 键效果。比如你只是这样接触，就能够回到主画面，不需要按下，只要用接触就可以了。你接触不放，就能够进入到多功列，都不需要按下Home键，只要用像指纹辨识一样这样接触就可以了。